男女老少齐欢笑啊！大人乐得眉开眼笑，小孩乐得活蹦乱跳。哎呀哈，哎呀哈！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，是吧？乐的时候呢，千万别把下巴乐下来啊！啊，对，要不就得像这样了。那就真有人把下巴乐下来，张小飞就出事了吗？是吗？啊，啥事啊？那么严重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去。哎，你说张小飞也太逗乐了。看秘密，请看秘密。你看着这下巴子，眼瞅下来了吗？你看看。说谁呢？我可不像你。我问你哈，你说有没有那种好心人，然后看张小飞在那装婴儿吗？对吧？就给他送个奶瓶啊、奶嘴啥的。算你说对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回张小飞还真用得上奶瓶。真的假的呀？你看你这口气，老不信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
饮料店的生意哈。啊，做的真巧妙，人人都把奶瓶抱。返老还童，心情好，你们个个像个小宝宝。哎呦，常磊说的好哎。我跟你说哈，现在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得讲究点技巧，不光自己有收获，还能让别人笑一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让大家笑一笑，讲个秘密的故事啊。又讲我的事儿啊，老拿我开涮。不是，你刚才不都说了吗，你要是乐呀，就让大家伙乐，是不是？我呢这个不能光我自己乐，是吧？说呀，秘密有一天去钓鱼了，拿个小鱼竿啊，把鱼竿上绑上小蚯蚓，竿一甩，哎，钓鱼去了。哎呀天，钓着钓着没多大一会儿功夫，过来一个带着红袖标的管理员，冲着秘密说道：这位女士你好，我们这里不让钓鱼，那个你已经违规了，罚款50。50啊，他倒霉了。倒霉，秘密寻思那个什么管理员啊，我也没钓上来鱼啊。对，管理员就反问了：你没钓上来鱼，你整个小鱼竿，你绑上小蚯蚓，你是不是有钓鱼的举动？当时秘密的脑瓜反应老快了，蹭蹭蹭蹭一转。那什么管理员啊，我是在给蚯蚓练游泳呢。哎呦，太聪明了啊！我跟你说哈，我老委屈了我，我碰见一个比我还聪明。没错，那就是管理员。管理员都解了，当时他脑袋一转，嗖嗖嗖嗖。那女士，如果要是裸体游泳的话呢，罚款100。哎呦我天哪，秘密，你这么，你下回你要是钓鱼的时候，你带着我去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咱就给那个蚯蚓呢穿上一件比基尼，是不是？没事是吧？行了，这么点事你乐多长时间了？你笑话我？我跟你说，那天我不摆钓鱼，怎么的呢？有收获？碰见熟人了。谁呀？宋小宝。怎么是他呢呀？我跟你说，人家俩钓鱼呢，带女朋友去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处对象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宋小宝你可出老丑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不仅跑的，你说你他跑那出像狗撵的似的，你看他跑的多丢人呢，鞋都要跑掉了。哎，说到这鞋，我跟你说，不光他出笑话，
有只小蜈蚣也出现了。我给你讲个这小子、就有一只小蜈蚣啊、愁眉苦脸的，闷闷不乐，哎呀，就在抽泣着。当时小蜈蚣的爸爸就看着了，哎呦天哪，过去问道、那什么宝贝儿啊，你怎么的了？你怎么的了？你为什么闷闷不乐，饭也不吃，为什么不跟爸爸唠嗑呢？当时小蜈蚣哭得更厉害，你别问了行不？哎，把你闹心的。当时小蜈蚣他爸爸就寻思了，哎呦天哪，别闹心呐，你跟你爸讲啊，我能承受得了，你就说吧。你爸是谁呀？你爸是你爸呀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别人爸，你就跟爸讲。那怎么的？小蜈蚣就摆动着一百多只脚，就跟他爸爸说：“爸爸呀，过年了，我想买点旅游鞋。一百多只脚买鞋得多少钱呢？是，我跟你说，不光是小蜈蚣，我跟你说，出了鞋子闹的，我跟你说，就人在鞋上也没少出乐子。哎妈呀！”谁一百多只脚啊？就张小飞两只脚就出乐子，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要说现在人呢可了不得呀，啊，都开始买车了。那长脸前两天也买个车，看人家买车，他也买一个，他上二手车市场买一个九手捷达。哎呀，便宜，1370买的，大修我们花460，那还不满意呢？长脸呢，自己又抠个天窗，啊。上道就开去了，正开呢，交警就给截住。你站住，还开是不是？气囊都出来了呢，还开是不是？你听长脸说啥？那什么警察不是，就是那个天窗漏雨，我这是套个塑料袋。先笑林，先笑亮。哎呀，看谁敢不笑？为什么这么不高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这时间跑得也太快了，这时间呢、还没看够呢。我不知道今天哈，大家伙是不是跟秘密一样，脸部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？是，秘密现在这脸部的肌肉那家锻炼的，你看都出肌肉块了，你看看三角肌，看看。别瞎闹。开个玩笑。其实秘密和脸脸就是希望啊，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大家，大家每天跟我们一起开怀的笑上一笑。对，那咱们就明天接着笑，别着急啊、脸。和秘密跟你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本来的飞王的动不动就爱上火的，大家都开心笑脸，心笑脸一起来开心，大家都开心笑脸一起来开心，本来的飞王的动不动就爱上火的，大家都开心笑脸心笑脸。那什么管理员啊，我是在给